我们这几个女生的性格色彩太鲜明了，我们冲撞在一起，可能是烟火，可能是爆炸，就你想象不到我们的可能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he Night。大家好，我是 The Night 成员于舒欣。最近看到大家为我们 The Night 的应援色和粉丝名集思广益，真的很感动。当我们收到大家的投稿时，全是创意满满的奇思妙想。真的辛苦大家了，我们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对我们的喜欢。经过我们的激烈讨论，最终决定了粉丝名和应援色。上班，今天端午节，我们来加班的。好，开始吧。镭射的举手。还有一个是什么梦幻者？找数服装都说。那我们选镭射可以吗？可以。哇！这个好，这个大家每个人的表情包已经决定了。我选那个，能耐，来吧，投票吧。从陆克然开始。我也选这个，因为它寓意首先很好，然后它比较好比。我觉得是这个，因为呢，我觉得这节这些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人会去模仿，或者觉得能记住我们。然后 Yes OK 又是我们大家都是能换回他们对我们在亲密的那个记忆。那你做一遍，大家好，我们是 The Night。大家好，我们是 The Night。大家好，我们 The Night。大家好，我们 The Night。就是每一种的那个对这个的不同的。确定了，下一趴吧。奶扣，我喜欢奶扣。我其实这两个都行，只要都是奶的。好，四五票。那我们五一再来。OK， 奶扣定了。Okay, 哇！耶！结束对吗？还有。对。我之前就想过了，队长就不能过于温和，也不能过于张扬，就是得选一个比较中和的人。而且我们平常跳舞啊什么的，他都会一直帮助我们，就是包括上课的时候，而且他都敢去跟老师说，他觉得这个动作怎么样怎么样更好。表一下决心。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不用表决心，就我们九个也不是很废话的人，对吧？表来表去决心，你真的做到了没有，那是另说了，对吧？那我觉得队长要有一点他的约束，比如说你一个月啊，组织团建活动，哎，我们团建还少吗？当着摄像机的面啊，少，就是要那种全团的那种都交给你了，还有必须就是谁舞台不好，他就得必须得留下来，然后谁做错的或者什么，你就该说也说，没事的。负责舞台，然后让我们大家凝聚在一起，我们的那一起干大事。我们就是大家一起守纪律，然后自觉就好，不要给他这么大压力。我们会帮你的，没关系，你就安心当队长。可以的，安琪。可以的，可以的。安琪可以的，我们都会帮你的。OK， 我们就是 Happy Ending。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he Night。我就觉得这半年我肯定就是在就是舞台的唱跳方面肯定是进步了很多，但就我自己个人的话，我觉得可能之前在这个圈子里工作都是我一个人，现在我们成团了，其实互相大家都是有一种依靠吧。那我可能就是因为我的那个练习时长不是很够，之前也没有做过专业的训练，在接触到新的舞台和新的东西的时候就会比别人慢几拍，就是人家可能已经练得很好了，我才是刚刚才说把动作给记下来，然后再要去抠一些动作。因为像他们就是都练得很好的人，可能一上来就知道那个 balance 就怎么摆最好看，我可能就是还需要去研究一下。还有唱的话呢，也是需要再多练一下，因为我的气息呢不是很稳定，唯一比较不错的可能就是我的表情管理了吧。这段帮我剪掉，这刚刚那句话，谢谢。Let me sit on your face. It's okay, you can play with it. When I'm bouncing it, chill out and don't you make a mistake with it. Let me see what you working with.Right.
太胖了，是不是？等青春偶像都将登台献艺。今年的618超拼会上还有一群青春靓丽的小姐姐，她们就是不久前在《青春有你二》中诞生并成团出道的九人女团 The Nine。 大家好，我们是 The Nine。 大家好，我是 The Nine 成员于树欣。今晚是他们从团训营毕业后的第17天，也是他们出道后的首秀。大家是否好奇这个由观众严选出来的青春组合今晚会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从108名训练生到最后九人成团，经历了数个月的训练与打磨，练就了他们如今在舞台上收放自如的大方与稳重。这些为了梦想的女孩即将踏上更大的人生舞台，她们的未来值得期待。请欣赏新晋女团 The Nine 成团首秀。这是这个是视频啊。哦，我这个是原相机，会不会不太好？挺好，挺好的，感觉像美颜过。因为你今天头，因为你本来就很美。还是还差赵小棠，科科，小棠赵小棠，赵小棠，赵小棠，他预预放镜头，没事，好吧。化妆都都录哈哈，我们终于结束了，列完全结束，列 goodbye goodbye， 列拜拜 ，ready for fire。我想对五年前的自己说，你实在是太聪明了，因为你每一个决定我觉得都是做得很对，就是因为你每一个决定做得这么正确，才成就了现在的我。对五年后的自己就是，那就好好感谢现在拼搏的我吧，不要做到像他们说的那种出道即巅峰。我们在这一年半的时间肯定会不断的出就是比前一个更好的作品。一家人，噔噔噔噔的一家人，有梦就要同当，有梦就要同当，慢慢去。